打不掉，收到一个发，发一个拉霸，Uncle直接勇往直前，有机会这波四打五，好猛啊！威克先被秒了，还有机会，阳性的这个原地交一个大招，奥克特这边反击不了，有点过来，上了，后续三打一，这个位置自己有附加，打了，现在双资源两个视野全都有，知道你在打。 哎，Tag 这个大招炸的还行，Sandray在人堆当中，但是加辽进场队是非常完美，震飞了一个皎月，皎月再度进场，大招已经是在 CD 当中，虽然还没死，而且反身有一个捕兽网，赶紧把皎月给打走，回身打龙，有惩的，鳄鱼来了，鳄鱼来了，但是鳄鱼过来有点过不来啊，被炼金拦住了，酒桶闪现过来想杀，没惩出来。 这边大招拉了一下700血，看一下这个龙能不能抢到吧？我觉得抢到了，他好像只想留一个色体在正面打，剩下四个人过来牵制，单打这条小龙。阿卡丽连续拉了两次被动，结果过来、哎、大招一段起手，感觉要刮 SMY，SMY 直接被刮死了。这啥呀？一打三啊！这阿卡丽伤害可以原地有一个中亚起身之后被三个人蹲起身，有个闪规避了一下。他走了，他走了，这也可以吗？ 还往前走，加里奥这波大招空掉了。哎，大招被骗了呀！这波金身皇城的时候，现在瑞回身，第一时间，吉格斯已经倒了，王僧也倒，还想继续往前面追，还剩两个残血不追了。你位置挂了，你哪的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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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个闪位，道格拉斯全都拉到了，但正面的池徐兰还行，疯狂打出之后，莱德这边被道格拉斯刮了一下，中一塔也被先锋给撞了。